英华，你真系喺度，你知唔知阿爸搵得你好辛苦？你点搵到嚟度？咁又唔出声啊？我问你点搵到嚟度噶？其实你走咗之后，阿爸冇听过咁搵你，你知唔知道我每晚翻舞厅，希望可以同你团聚。英华阿爸真系好挂住你噶。咁你而家见到啦，可以走啦。但我哋两父女，我哋唔系两父女。你冇生过呢个女，我都冇老豆噶。唔系，不如你坐低慢慢倾。我冇嘢想同你讲，饮埋支酒，好埋间酒。喂，如果想讲废话咧，就唔使讲啦。得啦，得。唉，想当年我哋五条友仔个个甩皮甩骨。 同你无亲无故，你都肯收留我哋啦。更何况而家嗰个系你老豆，我知佢以前好对你唔住。不过而家佢都一把年纪啦，又冇人冇物咁。我火爆，读得书少，唔识讲啲咩大道理嘅。不过有一样嘢我知道，叫做身教。大人系细路嘅榜样，个大人做乜，个细路就会跟佢做乜。 你今日点对你老豆，俾浩仔知道咗，佢就会放喺个心度。第日到你老咗，你估下佢会点对你呢？啊！我可能前世唔知做错啲乜嘢，今世注定我无儿无女，死咗都冇人送终。唔好咁讲啦，老板娘，英华，你嚟睇我。 我嚟系睇下你死得未嘅，未死得即系冇事啦。英华，你究竟点先肯原谅阿爸？唔好啊，老板娘，你杀老豆雷公劈噶，你肯射自己一枪，我就原谅你。 uncle 年纪咁大，边受得住粒子弹啊？老板娘真系会死人噶，你唔使同我求情。 枪就当还翻晒俾你。冇事嘅，睇下。哦，啲子弹冇弹头啊！夜啦，早啲唞啦，阿爸。早唞。你听唔听到？ 佢叫你做阿爸，唔即系佢原谅咗你啦，uncle。系啦，浩仔咧？翻咗学。我之前请佢食堂咧，佢都唔知几有礼貌几乖，唔知道我今日可唔可以同佢食餐饭啊？好啊，佢之前都话好想见下公公。系啦。 好仔，爸爸咧？几年前过咗身啊！我连自己女婿都见唔到，我做阿爸嘅，你话几失败？都过咗咁耐啦，系喎。今次你有冇话谂住几时走啊？虽然呢度冇天南市咁热闹，咁但系呢度又大又静，如果你想过嚟退休都 OK。 阿爸都想退休，但系而家仲未有时间住咯。系啦，你住喺呢度咁偏僻嘅地方，你惯唔惯啊？冇乜话惯唔惯啦，都要搵个地方落噶。其实你系一个人才嚟噶，你留喺度好盏嘥咗你啊！天南市先系真正属于你嘅地方。你咁讲系咩意思啊？你知唔知道今次阿爸系俾英台逼走噶？ 英台，佢唔已经死咗廿年噶啦咩？原本我哋以为系，但原来当年死嘅系你大伯同你堂哥英桥。你伯娘同英台因为私心，唔想俾我做华士人，所以英台先女扮男装，继续扮英桥，霸住华士人个位。
原来英台一直都未死啊！英台咁样扼杀全世界已经好唔啱噶啦，而且佢仲继续打压我，等我喺足家冇定期。直至到前一排，我揭穿佢女人嘅身份，佢又使横手用埋晒啲哪吒招，逼四大家族继续撑佢做华师人，然之后一脚踢我出足家。英台真系咁做？女啊！ 佢而家已经唔系细细个同你玩嘅细路女啦，佢已经变咗另一个人啦。咁你谂住点啊？爸爸有晒全盘计划噶啦，今次我翻嚟揾你就系想带你翻足家，凭住你嘅本事，我哋两父女应该系喺足家东山再起，抢翻华氏人个位。原来呢个就系你翻嚟揾我嘅原因。咁英台用女人身份嚟到华氏，英华你点解唔可以啊？ 冇谂咁多啦，一於間我翻去啦。好啊，你哋聽到噶啦？仲唔妥送佢出去？係。呀！你個老坑啊，呃得我哋透啦！仲以為你真心想認翻老闆娘，原來另有目的嘅。等我哋個個都信曬你，嘥咗我啲口水。幾十歲都唔怕噶你。我以後都唔想再見到你。你聽我講，你聽我講。 我已经听你讲晒啦，你连心里面嗰句都讲埋出嚟啦，你仲有咩想讲啊？阿爸知衰啦，大家唔知你我真心希望你可以原谅我噶。我之前对你咁差，抌低咗你唔理，你俾翻我机会阿爸补偿翻啦。你都系姓足噶，血浓于水啊，女。血浓于水啊，我啊明明系你个女嚟噶，你就因为个咁嘅胎嘅嫌弃我。 你自己系足家上唔到位，阿妈死咗之后，你系嫌我脚头唔好，嫌我拖累你哋，咁多年嚟，你有冇理过我感受啊？英华，你俾啲次机会我，俾多次。我已经俾咗机会你噶啦，点知你有死性不改，你真系冇得救。我知不过想帮你两父女攞翻系足家，应该得到嘅嘢啫，唔通咁你又错女？我唔系你个女，我哋廿几年前已经冇关系，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，到你死嗰一刻，我都唔会为你流一滴眼泪。嚟。 英国嘅朋友，你哋好！TVB Anywhere 全新推出 Web TV 服务，而家无论系透过网站或者系 TVB Anywhere Plus 嘅应用程式，都可以收睇到我哋嘅精彩节目。记得支持埋我哋嘅新剧《香港人在北京》啊！仲未系我哋用户嘅朋友，就快啲 scan 呢一个 QR code， 同我哋嘅同事了解最新优惠啦！ 有统计话，每个人而家平均拥有8.8个唔同嘅社交账户，即系每一个人同时用紧8.8个身份同埋面孔。咁多身份，你 handle 到咩？ 有冇试过自己出嘅 post 唔想俾身边嘅人知？又有冇试过觉得朋友同埋网上系两个人啊？喺呢个时代，太快太忙，令人变得麻木。 结果对身边嘅人、身边嘅事，都变成只会冷眼旁观嘅旁观者。咁嗰啲咩都冇做嘅旁观者，应该判几多啊？旁观者9月6日起 ，TVB Anywhere 海外抢先上架。 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， 收睇 TVB 精选劇集精华啦！仲有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新推出咗一条专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ane 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嘅劇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啦！